合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像现在这样默契，还是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尴尬的呀或者不愉快的事情？其实特别的尴尬，我们俩开始拍第一部戏的时候，我一起来跟他声音基本上很少说话，除了在片场对戏啊会说台词以外，私底下不会说话。话题那么多呢，我看你们两个人就是特别有默契，而有通过怎样一件事情啊？咱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就是让你们对双方有改变的看法？想飞到有你的地方，这世界太多的盲目慌张。其实一直以来对彼此的看法都很好，就是我们俩都是属于那种然后又不太主动去和对方说话的那种。我觉得就是你看每个人就是那种气场经过交流交流很舒服，而且很有默契。为什么？因为
初晓，日照西桥，云自遥，山地淡雅，和风微白的一角，木雕流金，岁月涟漪，七年前伏笔，因为我今生会好，只为你。雨打湿了眼眶，彷徨，寻不到你的天堂，东瓶西镜，满含无奈遗忘，有些情